歡迎大家收睇今日嘅直播。今日天公做美，天氣好好啊，啱曬踢波啦！喺呢個好天氣之下，觀眾嘅聲浪咧，似乎都比平時更大噃。當然啦，咁好天氣，唔通你喺屋企咩？背景啊，夠曬壯觀啦！唔知道球員會為我哋帶嚟一場點樣嘅比賽呢？比賽正式開始。传上前场，保罗大班啊！呢个直线靓啊！呢球点啊？谢拉特，截咗啲球波，解除咗个威胁啦，有机会反击啦！好，而家有机会入波。真系靓啊！呢个波简直即系唔系讲技术去点救啊，完全系讲本能反应嘅啫。射门？咦 ，good try 啊，值得试下噶。唔好话你啊，我都以为呢个波入球。爭少少，嗱，防守球員有機會解圍啦。呢腳直線一下劏穿曬，好機會啊！入波！嗱，值得欣賞咧，就係佢哋唔單止係搶個波咁簡單，仲要係攞咗個波之後點做嗰下好嘢。巴塞隆納打破僵局。好似佢呢啲咁出色嘅球員啦，無論喺邊支球隊啊，都好似漆黑中嘅螢火蟲一樣，入波梗係靠佢啦。嚟到個靚嘅位置啦，龍門會收咗呢個波啦，邦勞斯。到底邊個會攞到呢個波呢？呢球波過唔到啦！高美斯、謝拉特、洛迪卡斯簡定，有機會射啊！呢场波够晒睇头啦啩，两队都唔抢输，所以咧都踢尽全力。华拉尼、洛迪卡斯简定突破咗啦，话个波唔离脚嘅，起脚反应好快啊！哦，呢个扑救真系世界级啊！呢个波救落嚟啊，睇落好似好易啊，其实真系唔简单。攞到，古亞達到，好嘢喎！一失咗啊，即刻攞得翻喎，俾你呢下啦，球證吹雞，犯規啊！哈利雲克斯，哈利雲克斯向前傳出，界外球，
球證吹雞，咁啊話上半場完嘅波。嗱個比數咧就反映唔到呢場波有幾精彩嘅，兩隊波你來我往嚇，大家咬住咬住，而家比數咧係1-1啦。半場完，而家兩隊踢成1-1啦。巴塞隆達開波，下半場開始啦。波基斯費南迪斯，華拉尼好快咁向前傳，有機會突破。哇！啲人橫睇同睇都係犯規啊！罰球啦！腳法好好喎，兩隊要爭呢球波啦！嗱，呢個進攻啊，走位靚，後防球員咧亦都守得好啊！受惠嘅咧就係觀眾啦，有好波睇。朗拿甸奴射啊！呢球波真係應該入㗎。咁遠射埋去，邊度有得入㗎？不過射門數字可能就追翻少少啦。洛迪卡斯簡定。好吧。直接長傳，踢埋上去，直接長傳，沙拿攞到波啦喎！好似阿媽話齋，攤凍曬先食，好益啊！哦，俾得太大力咯，個籠啊沒收。洛迪卡斯簡定，向前傳啦。龙门接到啦，黑达比利连，黑达比利连尝试传入去。嗱，而家两队咧系互不相让，所以个控球权啊好重要嘅，唔好乱咁送礼俾人先得噶。巴塞隆拿攻到上去，睇下入唔入到决胜负嘅一球。奥比力向前长传，到底边个会攞到呢个波呢？传去边线度，咁样嘅传波唔得噶。一个长传啊，上前场，够钟啦，够钟啦，就快，会唔会有估计唔到嘅结局呢？喂，有机会啊！嗱，呢場波睇嚟99%都打和噶啦，不過仲有一次機會喎。好吧，球證睇一個標之後就吹雞完場啦，踢到最尾都仲係咬得咁緊啊！好波。Yeah!